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收看 Go Master 啊，每周二和周四晚上的网课啊，今天是小长假刚回来的第一天，那、啊、大家应该都玩得不错。那么墨尔本和悉尼呢，基本上我看到的受疫情这个影响啊，那但是呢，最近的这个复活节，基本上大家还是愿意出去小聚一下，或者是做个短期的旅游啊，像悉尼的。我在 Easter Show 上面呢，当天呢是问了一下Easter Show 的员工啊，他们说每天呢他们会卖6万张票，基本上每天的票呢都是完全能够卖光的啊。如果是想要去，可能需要提前1周左右的时间来买票才能买到。所以呢，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会有6万人啊，悉尼人都过去参加这个 Easter Show，证明呢大家基本上的消费和这个。出去游玩的动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了，所以我们看到的目前的资本市场的现象也是能够反映出来，就大家在购物、在出行啊、在参加 Easter Show 这样的活动上面的热情呢，反映到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所以说这两个市场的目前的价格呢走势相关性也很高啊，都是创出了新高。今天澳洲股票市场开盘呢是6950点开盘啊，也是短期的一个新高。所以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行情啊，上涨的行情或者是快速股价继续创出历史新高的状态能够持续多久。第二个呢，我们就需要关注的就是在接下来的半年之后，如果市场出现反转，那么哪些产品会有怎样的表现？尤其是像石油啊，基本上是。石油的价格呢，是所有经济复苏的前瞻性指标啊，就是在疫情最惨的时候，石油价格能跌到负数啊，所有其他的产品都不可能跌到负数，比方说房子啊，怎么可能跌到负的呢？对吧？哪怕你做生意的，也不可能跌成负的啊，你的这个进的货。但是呢，就是石油价格是可以的。那么在反弹的时候呢，经济疫情复苏之后啊，那么石油价格呢也是回到了疫情前，基本上是70。啊，如果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不要举手啊，举手没用，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在 question 里面打出来自己想要问的问题，那么我会给大家做解答。然后 ASEC 监管的 GoMax 呢，是在1998年成立的啊，比 ASEC 证监会成立的时间还要久啊。那么资金安全这个我都不多说了，我们呢给大家的在周四和周二晚上的网课呢，给到的建议呢都属于一般性建议啊。这个再稍微强调一下。那么在去年呢，我们也是被评为澳洲最佳的客户服务券商，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啊，并且在去年和今年呢，我们是联手了切尔西，赞助了切尔西球队啊。如果是喜欢足球的朋友呢，可能会拿到他们的签名啊。当然，我们就受疫情的影响，也没有办法跑到欧洲去看球。那么我本人呢，大家也比较熟悉啦，我这里就一带而过。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看一下最近呢，所有大前提我们都要是从宏观向微观来看。疫情的事情呢，基本上大家都有预期了，所以说不会有太大的对市场超预期的反应。但是呢，现在能够产生宏观面超预期的，那么就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呢是政治，第二个呢是央行。政治方面呢，必然就是中美的对话。那么央行方面呢，就是是否会加息。这两个因素呢，将直接决定未来市场资本价格的走势，以及呢。啊，我们需要在未来6个月到12个月的投资配置是否需要调整？那么大家很多人在最近可能会想要去买房子，很多人也在卖房子。那么买房大军和卖房大军呢，擦肩而过，就像抄底大军啊，对吧？和这个股票市场抄底大军和卖股票的大军擦肩而过是一样的，双方呢必然会有一方啊，最后会比较忧心啊，忧心忡忡。所以呢，中间呢会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希望价格呢在最高点的时候，我们把手里的货抛出去，股票也好，房产也好，或者是我们做贸易也好，手里有的这些资产本身都是货物，我们以高价格卖出去，以低的价格吸回来啊。如果是它价格过高，我们认为不合理，我们就可以做空它。这个呢就是金融市场上的本质。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去年的行情不会再有了，那么今年的话是一个动态的。啊，政治方面发生变化，央行方面也发生了预期，那么经济方面也是在复苏的阶段，所以说我们之前讲到的政治、经济、央行三个基本面目前都发生了变化，跟去年相比的话，我们这三个点都要重新去审视。那么政治方面，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这3个月美国在全球做的事情啊，基本上跟特朗普时代完全不一样，
首先，第一件大事呢，就是联合五眼联盟和原有的欧美国家老牌的盟友，然后统一战线，啊，一致先对抗啊，就是跟新兴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对抗。这个对抗呢，主要是跟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国家，比方说是中国啊，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对吧？首先产生了对抗，那么这个对抗呢，会延伸到双方涉及的各个领域。那么最后一个领域才会军事领域，在军事领域之前，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资本市场已经开战了，中概股在美国基本上被杀得一塌糊涂，很多亚洲的机构呢爆仓了，亏损几十上百亿，受到殃及的池鱼呢，包括一些投行。那么中国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反击，但是这个反击力度不够啊，我们看到中国 China 50在今天依旧是大跌，而西方国家的股市呢，像昨天啊，道琼斯和纳斯达克大幅上涨。道琼斯指数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所以说在资本领域以及金融市场领域呢，啊，中国肯定是目前按照目前的这个现阶段是弱于美国市场的。那么双方呢就在石油战场上啊开始抨击，因为石油呢是核心能源啊，也是国家战略储备的资源，所以说呢石油和美元挂钩来稳定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在石油出现之前呢，美元是靠美元和黄金挂钩来稳定的。啊，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美元、石油，我们知道谁控制了石油，就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脉。所以说从，从五次的中东战争、海湾战争，我们也能看出来，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核心石油能源是要牢牢握在手里的。那么中国呢，目前跟伊朗大家和都是被美国欺负的挺惨的嘛。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互惠互利，反正我们俩，中国也好，伊朗也好，都不怕美国啊，因为已经被美国制裁了。像俄罗斯一样的，大家就联合起来吧。啊，那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在目前的状况下，各自啊圈成一个小的团体。那么美国为首的就是欧美以及五眼联盟，以及我们澳洲啊、新西兰、加拿大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包括跟中东的部分国家，像沙特啊，还有一些包括一些其他的小国。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中国啊、伊朗、俄罗斯啊，包括甚至土耳其这些国家啊。那么在目前的战略上来讲啊，这些国家战略意图是基本上能够在外交领域实现目标一致，只有目标一致，我们才能谈深入的合作啊。所以说双方呢肯定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的。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中美双方继续在谈判力度上，我这里就不多说，大家在新闻上都能看到，就是金融领域和石油领域、能源领域以及国家战略领域啊都会出现激烈的碰撞。那么这个碰撞背后呢，会对我们澳洲投资者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大家看一下 A2 奶粉，A2 奶粉，ARM 啊，或者是叫 A2 Milk 这个奶粉的股价呢，目前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了。当时呢，我记得去年11月份的时候啊，10月份的时候，邀请了代若布比先生啊，给我们 GoMax 的这个投资者啊，做了一个年终的演讲。当时很多朋友问到了 A2 能不能买，那么代若布比先生呢，就很明确的说A2 呢，它没有任何上涨的这个趋势和动能啊，目前还是在一个下降的通道。按照它的逻辑来讲的话，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 A2 奶粉的目前的股价是跌到8块钱左右，当时还反弹到了13、14块啊，那么也没有出现他所讲，代若布比先生所讲的能够买入的信号，反而呢一路又下跌回来。受中美影响呢，那么这只股票啊，包括 Blackmore 这些对澳洲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一些企业啊，像李宁啊，我不知道在澳洲的大家华人啊，有没有对李宁这个公司还有印象的？李宁、耐克、阿迪，对吧？李宁是中国产的，曾经几度呢，李宁这家公司基本上快倒闭破产了。那么也就是受到目前中国人抵制，受这个新疆棉花的因素呢，抵制耐克、抵制阿迪，导致李宁啊现在又活过来了。你李宁怎么活过来呀？我们举个例子就好了，就是大家以前炒鞋嘛，啊，现在的00后嘛。啊，开始炒鞋，炒鞋的时候呢，大家炒都是耐克的鞋啊，一双鞋可能炒到几千美金。那么现在呢，好了，大家开始爱国货了，爱李宁了啊，然后去炒李宁的球鞋。那么李宁的鞋原来就两三百人民币、四五百人民币，现在也炒到了三四千，甚至五六万。为了爱国呢，谁炒的价格高，谁就彰显出爱国情节。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不太理性的背景下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像当年中国人去砸这个日本的汽车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部分的民族情绪呢，已经是开始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对抗，就是说民族情绪也出现激烈对抗。
这个呢，对我们澳洲华人也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因为民族情绪的对抗跟媒体的对抗是不一样的。过去呢，中西方是媒体对抗，它并没有太多的上升到民族情绪。包括特朗普在选举的时候呢，虽然很多美国群众他希望美国政府对华要强硬一些，但他没有上升到一个民族之间的一种情绪上的对抗。如果说美国不接受澳洲，不接受咱们中国的生产出来的这些商品，澳洲不接受中国生产的商品，那澳洲、美国都完蛋了。所以说，不到最后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会把这种口头对抗和媒体间的对抗上升到真正的是这种哪怕他加关税，也不会上升到这种全员抵制。所以说，如果是这个事态发展的越来越激烈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澳洲大部分来自于 Made in China 的东西，在未来可能都看不到了。那我们用的锅碗瓢盆可能在未来都会大幅上涨涨价，因为没有货源了啊。如果中国真的是不给澳洲出口了，那么中国企业会损失一部分，但不会损失啊，不会破产。为什么？因为很大的国内的需求，中国国内的需求已经起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中国的企业现在可以不出口，外贸转内销啊，这是可以的，并且已经在做了。那么澳洲这些就惨了。澳洲没有制造业，我们的锅碗瓢盆很多东西都要从中国进口，这个成本低，对吧？那么现在了，本身就要涨价了啊，因为原材料还有这个邮费以及呢运输成本、人工成本等等全涨价了啊。那本来卖的就贵，结果呢，哎，你还没有进口的来源了啊，因为你跟中国企业签订单啊，那你澳洲、亲美，对吧？我不给你签了，那现在没有进口来源了，去找东南亚那些国家，OK，没问题。一个是质量啊，不一定能过关，因为质检是需要合规的。第二呢，跟东南亚企业合作时间不长，所以说呢，一系列的问题呢，我们在澳洲的华人其实是相对被动成分，包括澳洲本土的人、白人呢，他们的这个被动成分会比美国要更高一些，因为美国呢是全产业链国家，基本上它能够有自己完整的供应链啊，以及完整的制造业。那么包括欧洲的国家，德国也好，英国也好，虽然突然跟中国闹掰了啊，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引导，那么但是欧洲的国家它也是有完整的供应链结构的，只有澳洲的工业大家都知道，澳洲的工业烂得一塌糊涂，所以说呢，我们澳洲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安全上岸，所以说澳洲政府呢对待美国的和中国的态度，我认为在未来是必然会出现反转的啊，就是一定会出现缓和的，因为澳洲的国情意味着澳洲不能够接受中国更加强硬的态度啊，中国是能做到我不出口，但是澳洲不能做到我能够承受中国不出口的这样的压力，以及物价未来上涨、物价短缺这样的压力。那么，Go Market 呢，大家这个都知道啊，就是98年成立的，然后呢，现在是能够股票、外汇、黄金、指数、石油、数字货币等等啊，包括比特币都可以交易。那么在悉尼、墨尔本呢都有办公室，墨尔本目前也搬到了新的办公室。悉尼的话是420号 George Street，墨尔本的话是 Collins Street 啊，都搬了。那么在台湾、迪拜、伦敦、塞浦路斯等地啊，都是有自主办公室。啊，我们今年赞助的切尔西球队非常争气啊，基本上到目前啊比分还不错，右边是成绩。所以呢，再讲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股票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未来能走多远。然后呢，我们刚刚讲了政治，那么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加息。那么加息的话，就是央行，就是政治、经济和央行三大决定性因素，第二大就是央行了。央行会不会对我们的房价和股价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就要看央行什么时候加息，以及呢，加息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通胀了。通胀能不能来啊？除了通胀以外，还有失业率。目前澳洲今天澳联储刚刚讲话，失业率水平还不错，降到了5.8%，基本上恢复到了疫情前啊。那就基本上意味着澳洲呢，就业比较稳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胀如果是出现过大上涨，对澳洲政府绝对是一个非常强的压力。因为通胀高的时候，我失业率如果也高，那没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呢，政府还是要救市的，不能够管通胀。那相反，现在如果是大家就业都比较稳定了，生活恢复正常了啊，生意开始复苏了，餐馆也开始有生意了啊，开始雇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通胀继续上升的话，这是政府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找到加息背后的主要原因，现在呢就是通胀了。因为失业率基本上已经是缓和了很多了，不再作为重点了。此前我们是失业率是重点，那么现在呢，失业率已经是回归到正常合理区间了。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呢降到6%以下就是能容忍了，降到5%左右，5到5.5%就是不错了，降到5%以下就基本上是不需要再刺激经济了。
啊，所以说目前澳洲是5.8%。那么我们就需要看到了解，就是在目前的通胀状况下，通胀我们影响因素有哪些？第二个呢，就是财富画像是哪些？第三个呢，就是先行指标。这三点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就是全球老龄化和通胀成反比啊。比方说，我们知道日本是失去的20年，日本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在过去的就是说二战以后的复苏经济中，它体现出来的经济韧性和经济的强度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广岛协议签订之后呢，日本是有号称失去的20年，就日本的房价呀，冲到了1980几年的高点之后，一直到现在啊，大部分的城市的房价呢还没有创出新高，就过去了30年了还没有创出新高。我们知道澳洲的房价过去20年、30年一直在涨，那么日本是失去了2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老龄化非常严重啊，目前基本上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老龄化成分或者是度是最高的。我们看到底下这个图呢，就是全球老龄抚养比率超过30%，基本上它是不太可能出现通胀的啊。也就是说，100万的人口中有30万的啊，就是说年龄可能会稍微长一些，年长一些啊，比方说55啊、60以上。那么这样的国家或者地区呢，它就不太可能出现通胀。那么5%到10%的国家，我们看一下左下角这一堆密密麻麻的，再往上看啊，全球通胀百分比最高的是30%啊，然后还有10几到20这一些小点点蓝点，普遍是存在于老龄化抚养比率0%到10%之间。也就是说，全世界呢，全这个国家呢，如果是100万人口中，青壮年呢可能会有劳动力的大概是占80、90万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年龄结构，它的通胀呢是会非常高的。大家想一下，很简单，就是说年轻人呢能够超前消费啊，他愿意去超前消费，这样的话他的物价水平就会快速的去上涨，然后呢这个国家的经济动力、经济预期啊就比较强，政府也愿意放更多钱到市场上啊。如果我们年轻人他更愿意接贷，对不对？更愿意去做挑战、冒险、做生意，所以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将决定了在这样的国家体系中，它的通胀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最终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呢，就是澳洲我们也是有老龄化的，那么受老龄化影响的利空的资产通胀呢将会受到抑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跟老龄化有关的啊，我们说是比方说是养老院啊，或者是养老地产啊这一类的，那么它的最终的通胀啊将会受到抑制，包括我们的物价水平啊，吃的这些都是咱们都要吃嘛，所以说基本上这些呢是不会有太强的这个通胀上涨。那么相反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包括一些虚拟经济啊，比方说是游戏币啊，或者是之前非常流行的一些玩具啊这些东西，或者年轻人用到的东西，它的物价上涨啊，包括 Kmart 未来在卖的那些玩具啊和乐高这些东西可能价格会上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呢，我们不需要担心消费通胀，就我刚刚讲过的，像水果啊、吃的这些，在澳洲呢，目前不太可能出现。第三呢，就是中国通胀程度要大于澳洲。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科技生产力的提高会降低成本，降低劳动工资的增速，以及呢，降低通胀。那么我们看左下角这个图啊，就是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跟 CPI。这样的核心 CPI 的一个比率，基本上呢是一个斜向下的曲线，所以说劳动生产率呢越高，那我们的通胀这个 CPI 会越低。那么美国科技发达，通胀情况小于澳洲和中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会又回到了通胀的核心目标之一啊，就是工资增速和就业数据。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为了抑制通胀上升大家可以发钱，政府可以发钱，但是呢不能加薪。对吧？你加薪给员工加薪了之后呢，这个薪资不可能再降，或者是很难再降。但是你发钱就是一次性的消费，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他政府为了跟这个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工资增速和就业数据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通胀这幅图的一个核心指标，所以呢，政府根据这个图呢，他就不可能为了抑制通胀就不可能给我们涨工资就是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他就是发钱一次性消费。所以说大家看到现在可以拿新州、维州的旅游券200块钱去消费去 shopping 去旅游那么美国也是发1000块钱，发1500，对吧？它不会涨工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货币超发。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呢，就是美国这次的红色图的是货币超发的总量。那么
黄色、橙黄色的呢是 CPI 的增速，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历史上，但凡红色线上涨，然后后面的 CPI，也就是说通胀就会跟着。那么在这一次，去年到今年啊，红色的线上涨直接上天了啊，然后呢 CPI 啊基本上是100%，黄色会跟着往上走。那么右边这幅图呢是2008年中国和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08年啊，中国是一个三角形的倒三角的一个红色线啊，其实如果是咱们很多华人啊是在澳洲的，是八几年过来的啊，包括这个88年、89年或到90年代初过来的啊人也很多。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90年代左右的这个中国的通胀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一次中国所印钞的这个总量啊比美国确实是要少很多的啊，加上疫情控制的好，那么未来呢？货币超发的更严重的就是最严重的应该就是美国了，所以说在这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要看美国的资本市场的走势，然后来传递到澳洲目前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那么财富画像也非常简单，财富构成的这个最高的比例1%的 top 的这些人呢，啊，我们看到第一列最高的这群财富拥有者了，他是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是拥有比例最多的，就是说占他家庭资产的11.33%。那么私人企业和其他资产各占7%啊，所以说呢，最有钱的这些人，我们像啊这些世界首富啊，或者比尔盖茨啊这些人啊，他拥有的是 IBM 公司的股票，对不对？他拥有了比方说特斯拉的股票啊，那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公司股票的形式来体现出财富的。那么房地产占他们家庭配置的是4%，那么大部分的啊就是拥有90%到99%的财富的这一群人呢，就是社会精英了啊，他们的房地产的比例呢就会稍微增高一点啊，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啊，所以说他们地产呢可能占9%，但是呢他们也同样拥有啊，他们一般是公司高管，会有7.7%的一个股票，公司股票。那么这些公司高管呢会有高额的养老金待遇，对吧？像我们澳洲呢10%、9.5%或者11点几%的养老金，那么这些养老金积攒下来呢是12.3%的财富。那么我们再看啊，就是说。再往下看，50%到90%的这一群人呢，啊，就像我们是普通的白领阶级了。那么他们的房地产家庭的资产呢，一般是最大的，是12.89%。然后呢，股票就会非常少了，少的比较可怜，是2.6%。啊，养老金呢是11%，跟12%差不多。所以说这是普通上班族的资产结构。也就是说，如果是这群人啊，我们这群人想要向上再移一下的话，就是资产从50%到90%这一类人。增加到社会前10%或者前9%的这一群财富里面呢，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增加公司股票啊，或者是增加基金份额，就是在资本市场上我们增加一些流动性比较好的股票类的投资啊。那么房地产可以稍微少一点或者不变也行，因为12%和9%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2%和7.7%的股票比例呢，这个是要比原有我们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要扩大3倍。养老金也可以不变啊，私人企业和其他资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那么我看到一个国家啊，尤其是这个数据是来自于美国，美国啊剩下的50%的收入群体，就是50%和50%来算的话，那么在基本上所有的资产呢都是放在了啊，就是说有价资产都是放在了房地产市场上去啊，那么剩下的基本都是消费了啊，那么股票投资是0.16%，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财富画像呢，就是在通胀不平等的背景下的财富增加呢，是向股票市场去过渡的啊，就是说最高1%的那一群人，他的11.33%的家庭财富是放在股票市场里，公司股票。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去年到今年市场的表现来看到的，也是即使现在科技股出现回调了，回调了之后依旧是比去年高点的时候还要翻倍或者是翻了几倍。那么啊，包括我们的银行股啊，基本上也是创出了一个小幅的新高，从去年疫情到现在啊，所以呢，我们在流动性资产里面能够看到的，依旧是要用数据来证明我们到底是家庭资产配置怎样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这个呢是 PPI 增速和国债收益率啊，此前一直提到这个国债收益率，目前呢大家对它已经基本上免疫了啊，基本上。是同向相关的啊，所以说国债收益率上升，然后融资成本上升，PPI 上升，PPI 就是工业，这个指数上升，然后利率上涨。那么利率上涨，大家想一下，现在很多房产中介跟大家说4到5年澳洲政府不会加息啊，这是扯淡的。
4到5年，澳洲政府必然加息，100%、200%是肯定要加息的。那么在未来的半年它不加息没问题，未来一年可能不加息，未来2年也可能不加息，但是3年、4年它是必然100%要加息的。因为你所有的国债收益率现在都已经涨到了1.7%了，还在往上冲，如果涨到2%、3%，国债收益率涨到3%，意味着现金利率是必然要跟随上涨的，那就基本上美国肯定要加息了。美国一加息，到2022年一加息，那么澳洲能不加息吗？澳洲如果不加息，好，没问题，所有的国际资本全部从澳洲撤离，跑到美国去了。因为过去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澳洲的经济一直是在过去的20年在发达国家里面创造了一个小的奇迹，就是经济一直在平稳增加，是因为有中国的支持，买了很多的矿业。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大量的国际资本是流入澳洲的。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如果对全球其他国家来讲吸引力很大，这个时候它会吸引人才、吸引资金、吸引企业注入。那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会繁荣发展，对不对？那好了，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澳元除了商品货币还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叫做高息货币。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去投资澳洲的，像美国的公司投资澳洲的地产也好，或者是投资澳洲的商业物业，投资澳洲的股票也好，它是很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从日本、从欧洲、从美国来融资，然后投到澳洲。我哪怕放在澳大利亚的银行，我都会收到4%几、5%几的利息。这个叫高息货币。所以说呢，在国际资本来讲，它是有一个套息差的。那么好了，这些钱进到澳洲之后，它在欧洲、在日本、在美国融资的成本是0%，那么它拿到澳洲来用。3%、4%的回报他就很满意了，因为这是无风险套利，国际资本无风险套利。那么澳洲拿来了，澳洲的企业和澳洲的银行拿来了这么多国际资本市场的钱，他可以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些钱的成本也很低，对不对？那澳洲的市场就会充斥大量的流动性，所以呢它最终的价格会上涨，资产价格会上涨，房产价格也会上涨过去的20年就是靠利息差和矿业的繁荣，两者缺一不可。那么现在好了，全球降息，澳元已经失去了二者之一的高息货币的属性。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加息，澳洲不跟随，那基本上所有的资金，国际资本都会回流到美国甚至澳洲本土的资金也会跑到美国去。为什么呢？那我在澳洲没有什么好的上市公司，相比于美国美国的公司前景更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澳洲本土的基金它也会把钱投到美国去。哪怕放在美国的银行，我拿3%的利息，对吧？你澳洲的银行存款利息只有0.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出，这个是澳洲政府不可能承受的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澳洲就是房价就会腰斩，都很正常。所以说呢，不可能跟美国产生逆向的利息差，一定是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利息高，像土耳其高达19%、20%多的利息，才能够稳住本国汇率，稳住这个国家的资金不会大量的快速的向外逃离。像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它还要保持3%几、4%几的年化利率来稳住国际资本不突然撤出中国。美国也是一样的澳洲也是一样的，它会通过利率水平来衡量这个国家的外汇的进出情况，来保住本国的汇率的稳定性，保住本国的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所以呢，我们在看澳洲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市场上我认为是有三类通胀和三类加息的路径。那么澳洲呢是最惨的一类。第一类呢就是消费通胀，这个呢在澳洲比较困难。消费通胀就是说日用品、农产品、原材料、石油价格持续上涨，耐用品商品价格下降。耐用品是什么呢？是我们买的鞋啊、衣服啊、车呀、电视机啊、手表啊、这个耳机还有这个手机这些叫耐用品。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股价这些耐用品的公司的股价未来我不认为会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因为大家对这些消费受疫情影响呢会减弱所以说呢，这些公司像美国这些公司上涨我认为呢是有问题的。日用消费品呢，像麦当劳这些那么这些都算是上市公司。澳洲的像 JNC JJC 这些农产品，包括原材料的像水泥厂还有石油这些公司这些价格持续上涨，这属于消费通胀，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右边这个图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最下面这根深蓝色的线它就是耐用品的价格。我们看到的是1980年到2015年它耐用品的这个通胀的比例是下降的甚至低于100低于100就认为它相比于1980年是在贬值的。
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买一个汽车，可能是要2万澳币就能买一个入门级的汽车。那么在1980年呢，那个时候可能买个汽车也是2万块啊，就是这个意思。甚至那个时候呢，要3万块钱才能买一辆汽车。那么对于科技的发展呢，它会导致耐用品的价格这个速度会下降很快啊，因为科技发展，然后你耐用品的成本下降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耐用品股价啊，这些公司在未来消费通胀的这样的时代呢，它的议价能力会很差。就是原材料上涨，比方说我做衣服，我棉花成本上涨了，我的石油成本上涨了啊，但是我最终耐用品的销售价格确实是要下跌的啊。那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讲，包括迈尔啊，包括这个 H&M 这些公司，包括 Zara 这些公司啊，那它成本上升了，但是售价还要下降啊，那它利润自然就小了。所以说，对于这些公司啊，我认为呢，未来的前景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就给到了两个股票，耐克啊和 CJC。耐克现在也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抵制啊，所以说基本上它再上冲创新高的概率是很低的。如果是逢高做空，我认为呢，赚钱的概率就比较大。那么它在前段时间连续出现了5次的顶部突破失败。那么 CJC 呢，就是澳洲非常好的一家公司了啊。那么之前一直长期看好，只要能耐得住寂寞，CJC 呢就能给大家贡献利润。现在的股价应该已经不止4.8块了啊，可能已经涨到5块多了。然后呢，消费通胀呢影响的国家呢，就是土耳其、俄罗斯和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也有一些影响啊。国内物价上涨，那么像中国啊，猪肉价格上涨49.7%，49.7%啊。那么结果呢，就是政策上直接加息，土耳其、俄罗斯、巴西都加息了，都加息了啊。国家一有国家开始加息啊，那就意味着未来加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连续多个国家加息。如果是加息，大家要算一下，现在房贷水平2.9%啊，大家能承担多少？如果是加息水平涨到3.5%，又能承受多少？每个月现金流少多少？如果是涨到了4%的加息水平，啊，还贷利率水平，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又要支出多少现金流每个月啊？如果是我们买的是公寓，像墨尔本这种情况就比较惨了啊。原来一个公寓两室一厅啊，租出去是650，现在呢360就能租出去，390就能租到。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算一下，就是说，啊，当我们最后卖房子还会有一个额外的成本，买房子也会有像那个 stamp duty 啊等等这些，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我们要算一下，如果我只是想啊抄一下底，或者我只是想做一个短期的炒作，那这样的成本能不能让我在未来的半年到1年的时间里把这个成本收回来？如果不能的话，那我未来将面临的就是长期持有的风险，那这个长期持有就面临着加息的风险。以及面临着中美啊中澳关系继续紧张的风险，以及呢啊面临着很多疫情啊国家这个继续闭关锁国也好，或者继续限令航空也好，没有额外的租户啊进来入住，所以说这么多的风险，一旦是作为长期投资者来讲的话，那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和风险就会更多。那么对于短期投资者来讲的话，我们就要需要考虑的就是短期在最后的这6个月到12个月甚至16个月的啊，最后的资产价格上冲的这最后一波的浪潮中，能不能把成本赚回来？这是现在呢，为什么成交量激增？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卖房子。那么在目前卖房的人，他为什么会把房子卖掉呢？对吧？按理说，如果大家所有人都认为房价上涨的话，现在是没有人卖房子的。因此呢，如果对投资者来讲的话，啊，我们只是作为来投资，大家要合理的去选择，一定要慎重啊，不能说我现在看到大家都说房价上涨，我一拍脑门就进去了。这个跟股票是一样的，就是说别人都说股票，哎，阿斯佩在涨在涨，没问题，随时一拍脑袋都能进场，但一进场是亏的赚的没问题，股票是随时可以出的，但是房子如果要出来的话就比较难受，那你如果是长期 hold 住啊也比较难受，如果是没有选好的话，所以呢还是要慎重，不是说不能买，买之前呢啊不能一拍脑袋听中介说好就买了，还是要做充足的调研，然后慎重，哪怕在目前非常这个给大家贡献出来非常紧张的情绪也好，一定要慎重，因为有买有卖，证明这个市场是正常的。那现在买的人很多，卖的人也很多，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问题，就是新的买家进入市场的时候，增量买家，那他跟卖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在认知上，还是说真正的他们就认为啊，最后一波他们可能是在高点套现呢啊，所以说大家要去衡量一下。所以说基本上资产通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逻辑图啊。没有问题，风险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上行，我们看右下角。那么左上角是货币超发导致的，我们都知道现在货币超发了。
那么最大的风险啊，就是什么时候央行会缩紧信贷啊，缩紧信贷以及什么时候开始加息。如果是还认为四年之后或者五年之后才开始加息的人啊，那我觉得啊，大家就可以面临未来啊突然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做准备了。啊，我们正常的逻辑是，现在已经有新兴国家开始加息了，中国已经开始货币紧缩了，这都是信号。美国在做什么事情呢？美国退出了 SLR。我们看这个啊，就是影响澳国家、澳洲、美国、欧洲。那么在股票市场上呢，这个货币超发的特点呢，就是翻倍股、十倍股特别多啊，去年随便抓住一个都起飞了。那么政策上来讲的话，怎么去控制呢？像美国不再续 LSR， 也就是说我原来呢啊，像澳洲也好，我可以银行可以给你80%贷款，对吧？那好了，我也可以给你90%，在澳洲也是可以的，给你90%了，你只需要拿10% deposit 的存款就可以去买房子了。那么美国呢，现在不续 LSR 的意思呢，就是我不允许你只付90%，你必须要80%啊，就最多就给你80%。现在美国是降啊，继续在下降70%，再降控制信贷啊，就这个意思，缩减购债规模。那么欧洲呢，已经开始缩减购债规模了。澳联储呢，虽然我们澳洲啊现在不缩减啊，但是呢，它将密切，像今天澳联储挪威的讲话呢，就是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中的家庭负债比例啊，这个比例非常关键。如果是我们负债比例，一个家庭负债比例过高，像我们现在要还房贷啊，如果是你一个月你的收入是4000块钱，那你还房贷啊要2500-2800，那这个时候你剩的钱流动资金只有1000多了。如果对这样的稳定的，我只有一份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讲，他就会压力非常大。一旦比例失衡，他连吃饭都吃不起了。这个时候会，第一呢，严重影响社会消费；第二呢，会严重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如果这些现象出现，它会有一个平衡的比例。那么目前呢，澳联储将会密切关注这一比例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我们还是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到底是买入哪一个市场，哪一个群体目标群体的市场的房产或者是股票是资产或者行业啊是最有利的，在目前的一个通胀背景下。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通过信贷市场控制货币总量，包括我们去银行贷款啊，那么买公寓的朋友，很多地方银行呢它不一定能够拿到很高的贷款，可能去一些基金啊或者一些 broker 才会帮我们去拿到来自于这个公寓，因为银行的人说了啊，在墨尔本Southern Bank 啊，或者是哪里的几个区域的那个 apartment 啊，他们是不再放贷了啊，也是有的。那么这种情况都属于通过信贷市场控制货币总量，不直接加息啊，这是第一个信号。但这个不影响我们的房价和股价继续上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股价或者房价快速上涨了，哪怕包括中国也好，中国调控一次房价涨一次，调控一次房价涨一次，这都属于这种现象。但是呢，澳洲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那么第三类通胀呢，就是输入型通胀，只有澳大利亚是有的，就是因为澳洲没有完整供应链，像发达国家没有完整供应链的真的是很少。那么澳洲大分商品呢都是靠海外进口的，所以说呢，上游原材料涨价啊，制造业国家的成本上升，运输成本上升，那么对澳洲来讲就非常难受，因为价格上涨，通胀来临，那么对于货币上的调控它可能要紧缩，对于财政上的调控它可能也要缩减财政支出，因为所有都上涨啊。那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原来50个亿搞一条高铁，比方说从墨尔本开到悉尼要建啊，高铁需要50个亿，那么之后所有的材料全部上涨，那60亿打不住，70个亿也打不住，之后澳洲政府可能就会面临新的财政困难以及需要进行新的调整啊。那么这些呢，对我们投资者来讲都会有新的选择，面临新的困境啊。所以说对澳洲来讲，加息也不行，不加息也不行啊。我们看到下面有4个难点啊，这个就不给大家再读了，大家看一下就行。那我们需要关注呢，就是未来资产价格的一个走势啊，这个是四个阶段，我们看到是2008年给到的历史记录啊，就是红色是黄金，然后银色的呢是白银啊，灰色是白银，然后呢这个橙色的是铝，黄色的是铜，黑色的是石油啊。我们现在是2021年啊，去年是2020年，所以说呢2020年对应的是2009年，那么今年呢对应的是2010年。基本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白银价格上涨，黄金价格上涨，铝的价格上涨，铜上涨，石油上涨，对吧？
所以呢，目前除了黄金价格在去年优先上涨开始回落之后啊，那么其他的资产价格基本上是啊，这个大类的工业资产价格基本上都是上涨的。那么在2012年又最后面那个图，我们会发现，哎啊，是不是资产价格开始回升了？那么在2011年最大上涨幅度呢是白银，因为白银不仅跟黄金有同样的属性，那么它同样还有工业属性，所以说呢，随着工业材料的价格上涨，像铜啊创出新高，那么白银可能厚积薄发的潜力会比黄金要高啊。那么如果是大家想要长期 hold 黄金的话，不如去长期 hold 住白银的价格。所以说呢，同样工业产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白银价格的利好会多于黄金价格啊，就是只是多了这样一个因素。那么黄金和白银同样啊，是现在中美疫情这个关系紧张导致的，基本上黄金价格我们前段时间给到大家预测是在1700以下啊，在3月份的时候，那么在今年年底的话是给到1800多的一个价格，所以还有100块钱多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么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要的环节呢，就是讲这个石油啊，我们看一下石油的价格呢，布伦特原油和美国的这个 WTI 原油啊，那么这两个产品呢，在我们平台上都有期货有现货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是喜欢的啊，根据自己持有时间期限来决定。那么灰色的那这个呢，就是美国的啊，美国我们看到去年三月份有一个下探，跌到了-30多，然后呢，布伦特原油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从20多，然后现在反弹到了60，基本上是恢复了疫情前的水平。那么为什么会价格上涨这么多呢？除了疫情的复苏以及全球对石油的这个运输啊行业的需求复苏，包括航运，那么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减产协议。我们看到从去年啊价格暴跌以来呢，中东国家坐不住了， OPEC 坐不住了，开始谈判啊，从去年到现在啊基本上是连续谈判，每隔几个月就谈一次啊，谈得非常快，跟开家长会似的啊，每隔几个月就要谈一次。所以呢，基本上到目前呢，我们看到了从之前啊，第一个是2020年4月12号减产870万桶，然后呢减产770万桶，减产580万桶，然后2020年6月6号将770万桶减产规模延长一个月啊。那么再看2021年1月5号分别今年二月、三月分别减产700多万桶啊，沙特自愿减产100万桶。好了，我们再看3月4号，3月4号呢，俄罗斯允许增加13万桶日产量啊，沙特在5月份逐步取消100万桶的减产规模，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从4月份开始，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增产了，沙特在5月份。啊，相当于变相增产，因为它减少100万的减产啊，相当于是100万桶每日的增产，所以啊，供求关系再次发生变化啊。OPEC 一看，哎，价格上来了，我就可以增产了，所以说减产价格上涨，增产价格下跌啊，就是最简单的逻辑。那么就是从4月份开始到5月份啊，5月份基本上沙特100万桶多的这放出来的市场量啊，还是影响很大的，它是日产100万桶。另外呢，就是全球 GDP 的增速和全球原油消费量的增速基本上是正相关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图，然后右边这个图啊，如果是大家有喜欢读书的朋友啊，可以买这本书看一下，叫做《大国的崩溃》，主要是讲苏联解体的内幕。苏联解体啊，这个故事特别长啊，我不给大家讲了，主要就是跟大家说，苏联当时为什么解体了，主要是因为石油啊。简单的逻辑就是，当时呢，俄罗斯啊，苏联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原来价格石油价格可能就是10几块，后来突然莫名其妙的涨到了40-50，哎，苏联一看很开心啊，我就大量卖石油，结果呢，全员去开采石油，去卖石油赚快钱了啊，就跟沙特一样啊，赚快钱赚的很爽。这个时候没有人去搞生产了，没有人去种粮食，都去卖石油了。好了啊，然后突然。美国搞了一波石油价格暴跌，又跌到了7-8块啊。这个时候因为俄罗斯前苏联都不行了，没有轻工业了呀，都大家都去采石油，那自然的话我需要拿着外汇储备去全球去其他国家去买粮食，对吧？不然我饿死了。这个时候美国说了啊，
我限制我经济封锁你，那大家不卖粮食给苏联，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听到，就是中国很多当时的倒爷啊，从中国北方卖这个方便面到前苏联，然后换飞机大炮回来啊，这种案例就很多。所以说，就是在中国的古代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同样的案例啊，我忘了那个故事到底说的是哪一个朝代的事情了。春秋战国啊，就是让这个对方的国家就去让这个，比方说啊齐国吧啊去这个鲁国，让齐国去鲁国去收棉花，然后呢高价收棉花，然后这样导致鲁国的人呢他就不种粮食了，不种小麦了啊，就去种粮食种棉花了啊，这样的话2、3年下来之后，发现鲁国没有粮食了啊，遍地的棉花田。那这个时候再开战的话，然后齐国打过去，然后鲁国发现没有军饷了啊，没有粮食了，士兵都没有东西吃了，那你剩那么多棉花也没有用啊，最后就只能是送给别人了。所以呢，石油这样的问题呢，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苏联解体啊，就是说能够看到石油在背后的作用，以及呢为什么后面啊，美国因为苏联解体之后那么看重石油在国家以及跟美元绑定的地位。那么这里呢，我再讲一下石油相关的两个股票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美国的石油公司是全球最出名的。那么全球前五大公司是道达尔、BP、壳牌啊、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是全球前五大啊石油公司啊，除了那个中东的那个。那么前面三个呢都是在欧洲上市的，后面两个呢，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呢是在美国上市的。我们看一下啊，蓝色的是第二季度的，就是说去年第二季度的盈利情况啊。那么 BP 和壳牌呢，亏损非常惨淡啊，亏150个亿啊，还有亏170、80个亿。那么美国的两家公司控制的非常不错，分别就亏损10几个亿啊。那么雪佛龙亏的多一点，是亏损80多亿。那么在第三季度的话，雪佛龙基本上是只亏2个亿啊，所以说美国的这两家公司呢，石油公司非常不错。那么雪佛龙在 Gomez 的代码呢是 CVX 的，啊，埃克森美孚呢是 XOM，这两家公司呢都可以在美股交易啊，Gomez 的美股可以交易的。然后呢，第三季度的美股经营现金流呢，我们看到雪佛龙这家公司是比较不错的啊，是1.87啊，1.87块啊，不错。然后是盈亏平衡点啊，这几家公司啊，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都是在25到35美金，是石油生产盈亏平衡点啊。如果石油价格低于35了，那么这些企业就开始亏钱了啊。如果超过35，这些企业就开始赚钱了。所以呢，给大家的一个逻辑呢，我认为就是说，根据我之前通胀也好啊，或者这些啊，就是说做空原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原油价格和通胀预期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啊，原油价格和通胀预期其实是正相关的。但如果是国家出手，央行出手干预通胀的话，通胀预期，那么石油价格最终还是会回落的啊。所以说他们是正相关。那么原油价格过高，产能过剩，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刚刚也说了，俄罗斯已经开始增产了，沙特呢在5月份也开始增产。那么第二点呢，清洁能源技术持续更新，政策利好。那么现在像锂电池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包括拜登政府，包括澳洲政府啊，大家太阳能发电还能入网，还能给你钱啊，这些清洁能源呢，未来的政策利好会更多，并且更持久，对原有的啊石油能源是一种持续的打击。第三呢，就是消费端对石油的需求下降啊。然后这个图呢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呢是全世界的平均的一个供求这个盈亏平衡比啊，就是生产石油，我们看到了。基本上是接近40块钱啊，全球平均的石油生产成本价。刚刚看到的是美国上市的这几家大公司啊，是35块钱，其他国家可能要接近40啊，平均下来。然后呢，像我们知道在水里开采，或者是在页岩油或者在沙子里开采的这些成本呢，会更高啊，高达40多啊，三十三、44、46都有啊。那么普遍来讲的话，主流的还是在38块钱左右。然后呢，这个是这些国家啊，盈亏平衡的财政盈亏平衡的一个价格，基本上是60块钱啊，60多一点。我们看到伊拉克啊、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都有财政盈亏平衡点，基本上是60到70左右，就是目前的价格。
那么这个图呢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就是 WS30 这个产品和原油的价格走势图基本上是一致的，对吧？大家看一下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做空啊。如果是我们觉得股票涨到头了啊，我们想要做空对冲，那做空对冲石油是不错的选择，用石油来做对冲。啊，有人问奶粉股还有没有机会？奶粉股还有机会，但是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这个太多的因素要靠政治了啊。我们家又没有亲戚，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说。另外呢，受这个消费通胀和工业通胀的预期影响啊，AWC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股票还是不错的啊，价格比较低啊，1.7块。那么长期分红非常稳定，它的分红呢，一般是在6%、7%左右。另外呢，股价非常低啊，也没怎么涨，所以非常不错。那么大家想一下，我们要盖房子，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疫情这段时间到现在啊，最好的行业是卖办公桌的啊，就是说家居办公这些是收入最高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销售额是增加很快。啊，就是说铝业，大家去装修啊，对吧？要去买那些铝制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比较稳定，因为它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上周给大家讲，有一些报告会免费发给大家啊，发给我们的投资者和用户啊，因为这个假期的影响啊，所以说如果大家还可以明天啊，或者是后天跟我们的小助手啊，或者是我们的分析团队要一下啊，我也忘这个，因为放假原因也没有给大家发，那么在这两天会断断续续的给大家发到微信或者是邮箱里。XRO 和 JPR25 指数看涨看跌。哦，指数的话，这里可以稍微提一下。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不给大家讲太多啊。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指数最近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呢是纳斯达克，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在回调之后啊，深度回调之后回踩了这个黑色的，刚刚是讲到了黑色的这个单日五笔的均线叫维加斯通道之后呢，快速反弹，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又重新回到了上涨的态势，所以美国股市还是非常强的啊。然后呢，美国道琼斯呢就更猛了啊，一直在创历史新高。那么在昨天晚上又创出历史新高，那么现在的话是盘外时间啊，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再创历史新高啊，历史新高啊，什么时候买都赚钱，所以呢非常简单，做美国股票比其他国家股票简单多了。然后呢，这个是日经啊，日经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今天又跌了，大跌啊。日经呢有点受中国的影响啊，就是说它的反应呢跟中国 China50 比较像啊。我们再看一下 China50 啊，China50 就更惨了啊，就是说，虽然前段时间刚开始中美紧张的局势啊，以及呢从2万点跌下来这一波是中国信贷紧缩啊，那么今天中国 China50 也是下跌的，所以说对于中国 China50 和日经指数来讲的话，这两个呢目前是比较偏弱的，而偏强的呢依旧是美国的股指，美国道琼斯是最强的，之后呢是纳斯达克啊，再之后呢是澳洲200，再之后呢是 China50 和日经啊，日经指数。好了，今天，对，美国石油公司可以考虑做空啊，给大家去随便看一个。刚刚讲到的美国的两家公司，啊，CVS 和 XOM。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股价变化呢，其实已经是反弹了很多了，基本上是回到了这个翻倍了，就比疫情前也是翻倍了。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它在60块钱的时候啊，60块钱，然后回落到56，但是这个做空我认为不是很好啊，就是我们看一下 CVS 好了，从 K 线上来讲的话，它现在并没有到一个很好的做空的点位。啊，这个做空比刚刚那个稍微好一点，因为按照回调啊，此前几次回调都到维加斯通道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到90多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啊。这有一次，这里也有一次。那么前面也是非常高，112的位置，跟低点呢也基本上翻倍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石油公司来讲的话，目前的股价呢，基本上受美国这一波的利好啊，已经是基本上啊走势已经走完了啊，基本上回到了疫情前。所以基本上可以关注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目前CVS 的下跌的可能性会比 SOM 美孚要更高一些。另外呢，依旧要关注石油的这个石油的走势。石油出现异动，对不对？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异动啊，就是从67块钱一直没上去，那么它有可能再往上稍微冲一点，但是随着4月份、5月份开始，中东国家开始这个增产啊，增产之后，那么基本上是大概率会继续下跌。我们刚刚也给了大家几个理由啊，所以说基本上呢，做空风险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稍微设个止损啊，比方说是在66、67、68附近都行。那么现在呢，59。那么我们下一个目标依旧是到达这个维加斯通道，大概是46、47、48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下跌的空间啊，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因为现在已经是快9点了啊，所以说就不跟大家再说太多了，再次感谢大家。那么在周四晚上我们还是有网课啊，如果是大家有其他的问题，随时和我们的小助手或者和我们的分析团队来联系啊，祝大家这个晚安了，拜拜。